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老公，你这个月工资还没给我呢。我的工资为什么要给你啊？家里要开销啊，要不然你每个月给我3000也行。你自己也在上班，不要天天想着我的工资好不好？不吃了，去把碗洗了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婷婷啊，干嘛？我的袜子怎么没洗啊？你也可以自己洗啊，你别老想着我洗，行不行？怎么只做了一个菜？不好意思啊，忘记煮你的了，你不要老想着我做饭，行不行？行，你可以。兄弟，出来喝酒。婷婷啊，怎么停水了？哦，我只交了半个月的水电，下个月的该你交了。你也别老想着我交所有的水电，好不好？哦，对了，这电一会儿也该停了。这没水没电的话，我回娘家住几天得了。我们是夫妻，有你这么做老婆的吗？哦，你不说我都已经忘记我们是夫妻了。我就搞不懂了，人家合租的还水电费平摊呢，而你像铁公鸡一样守着自己的收入，理所应当的享受着我的付出。没有共同经营的婚姻，没有相互彼此的理解，这还算是夫妻吗？来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